摩托中央给我们中心的大草坪，十二月四号是充满大人和囡仔的笑声，因为2022年第一场的耶诞跨年活动就伫遮来开始。伫个活动还未正式开始之前，咱就来看到未少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先来体会一下泡泡秀。每条市场嘛，含大家是算个满心动满哦。欢迎大家来总爷艺文园区。那我等一下我从这边弄过去啊，从那边照过来是。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总爷艺文园区，看到这么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在一起来为我们银河古音啊剧团准备要开演的之前的一个活动哦。那看到很多人玩，小朋友大朋友玩泡泡玩得不亦乐乎，那这个其实坦白讲是最好的亲子活动。今天是礼拜六，天气很好，那大人小孩都很嗨，我想度过一个快乐的啊周末下午是我们要带给许多好朋友的。那我们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在台南市的第一场的这个耶诞跨年活动里面都能玩得很嗨，看得很高兴，希望大家度过快乐的新年。是的，刚刚玩泡泡的话，看你玩得很起劲，也满身大汗了，是不是有回到童年的感觉啊？会心回到童年，坦白讲当然是觉得有点累啊，但是那个看到很多大人小孩的赤子之心，我们都很感动很开心。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玩泡泡是没有年纪限制的，大人小孩都会喜欢，老人阿公阿嬷也都会喜欢。一同去总爷是专门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庆祝活动，现场也有美食餐车含着文创的单位，就是希望小朋友拢来留下一个快乐的基地。